们非常感恩哦。一月一号地震发生之后呢，我们的因缘就是在血水町，我们在当地主热时持续了两个月左右。那还有在血水的医院呢，我们成立就是慈济咖啡屋，在那里跟当地的互动。1月1日午後4時10分頃です。石川県能登半島を震度7の地震が襲いました。地震発生後から能登半島は、暗闇の中、絶望感に、襲われました。そこから本当に多くの皆さんのおかげで、今震災から10ヶ月を迎えて、こうやって台湾に来ることができ、皆様に、感謝を申し上げることができたこと、本当に、嬉しく思います。台湾で、通知さんの皆様が1月1日発災以降ですね、入っていただいて、炊き出し、そして通知カフェで穴水の町の皆さんが電気もない水道もない時にですね、温かいご飯を提供していただいたこと、町民の皆様は記憶に残るご支援というふうに理解をしております。さらに先の見通しのつかない、時に通知基金の中から、町民の方に、義援金を多額の義援金をご提供いただいたこと、本当に、感謝申し上げます。通知基金会にはすごく大きなご支援、ご尽力を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それにつきましては我々は決して遅くも感じておりませんし、足り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も、全く思っており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義援金も、含め物資も含め本当に心温まる、物資を、多く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れは、単なる、能登半島地震が、きっかけ、まあ今はきっかけですけども、小さな、能登半島の、本当に小さな、穴水町、人口は7000人を切るような小さな町です。能登半島地震を縁に交流関係を通知基金会基金会と結べることができたことは非常に頼もし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私自身も家や車を失い、3月末まで体育館で生活をしていて、3月末以降ようやく仮設住宅に入って現在生活をしています。見舞金の配布事業でもスタッフとして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て、通知基金会の皆さんの温かさで、その優しさに触れた町民の方々の笑顔がとても印象的です。很感动，真情啊，心意，孫心的那個心意啦，我們達到了，自成之意啊，又做到了。日本、台灣很接近，慈濟面向的是全球，何況這麼靠近啊。不過自己很自责，就是时间拉太长了一点，因为呢，元旦发生的事，那我们呢比较有缓了一点呐。当然，我曾经有说过哈，不过呢，我们后来也有去做到。感恩啊，你们的热腾腾的面食饭食哈，我最感恩的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天气还冷，那能得到了这样的
抚慰式的关怀，给他们热腾腾的面饭吃。在画面也有传回来，我都看到了。虽然呐、啊，开阔的所在，啊，一份一碗碗的小米，啊，这是肉粥还是什么？安尼吼，捧在伊的手的内底，我的感觉啦，是先温暖了手。心才温暖到了口福了，所以吼、哦，画面我看到我在台湾，还是呢感恩感恩感恩你们在日本真正的呢慈济精神，你们展现出来了。我想这是很重要、哦啊、不过呢有一点愧疚，都是感觉我们、哦、那个真正的要如何让他安住等等啦、啊。不过实在是有一点比较靠难、啊、不过呢我们也是很期待给他们呢有两三个月的可以度过的时间，所以虽然呢、啊，那个时候有人在反映说：“哎呀，嘴哦！”我就说了，紧急的时刻什么都没有，而且老人比较多。孤老的比较多啦，所以呢，最无嘛都要让他们两三个月的可以有生活的哈、哦，所以这是这一回日本我们用的呢金额比较多，但是呢是还是感觉很正确。总而言之啦，我们有这样的温馨的爱哈、哦，有到位了。现在总是呢，很期待可以为这一群老人家啦，可以让他们哈、哦，真正的有安住稳定的生活的未来子。很期待有这样，那当然，我们执行长，我们的团队啦，执行长他也很有国际观啦，阿贵也在关心，阿贵这样的付出哈、哦，他本来就是性情中人啦，其实呢，他很热心啦，他愿意跑日本这一条线哈、哦。他应该都会做得好啦，你们在日本的吼，也要多互动，也要多关心，很有亲和力。所以吼，希望恁大家人呐，咱看要安怎样，把遐个老人或者是呢需要的吼，我们如何关怀吼，这后续工作啦。这种友情，似乎在那讲拉长情啊，扩大爱啊，哈，有姻缘，我们呢才能接触到；没有姻缘，没有缘，是接触不到的啦。我们大家把握好姻缘，感恩呐、啊，日本呢，各位先生们哈，能。这样的关心、帮助、期待的未来，也要请各位先生多关心哈、哦，我们多交流，多交流，那大家人哈、哦，我们将共同的哈、哦，互相交流，这是
很期待，很诚意的心愿哈。总而言之哈，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将来都来交流哈。啊，欢迎呢，有空多到台湾来。啊，你们呢也要多请教我们接下去如何做哈。啊，我们的执行长哈，那都可以去互动。啊，阿贵，阿贵可以了，多投入哈。普天下都是我们的家，所以呢，哪里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哈。记得我们都是一家人哈，所以核心。核心心意，那我看到，感恩。